福祥兄拜，愿福泰平安，风调雨顺。宗教自由在台湾是我们的核心价值，是我们宪法所规定保障我们宗教的自由的人民的一个权利。那台湾的宗教又是这么的多元，尤其我们妈祖保佑我们人民，是我们人民间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。那三月，然后台湾讲三月小妈祖，你看那妈祖生意吼，妈祖回来主庇吼，来保庇咱台湾。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，也特别来到七三天母宫吼，来感谢妈祖的慈悲吼，让我们台湾能够在瘟疫的防治方面能够一定的成果。那也祈求我们神明保佑，那赶快这个瘟疫能够远离台湾吼，那个瘟疫的疫情能够消弭。让我们全国民众能够平安健康，那也借这个机会来祝福我们岐山天后宫哦，这个香火鼎盛，让我们神明神威显赫，祝福我们台湾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素喜无灾，八节有庆哦，一切顺利哦。最主要是来这里，当然也要感谢我们主委、副主委跟我们所有天后宫这么多的委员们哦，对内政部在宗教活动这方面的支持。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过来感谢他们，感谢他们在平常对地方事务的帮助啦、支持，也对内政部的支持，所以我特别来感谢他们。内政部在有关移民署这一部分，我们对我们外籍移工有特别注意，他们的健康等等都有在注意。至于失联的我们会继续该查缉的，我们都会依既有的步骤来处理。非法移工有要什么？我们一样是该查缉的，我们都有查缉。那我们现在也有一波失联移工的自行到案，好，跟我们上次的那个成效都相当的好。所以在这部分，我们会继续来这一部分有关失联移工自行到案，我们继续来处理。